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昨夜又为何要发狂？是刘阿棠。这么可爱的脸蛋毁了，着实有些可惜。我有狂躁病症，一旦闻到麝香，便会发狂伤人。这么说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如做我的贴身丫鬟，帮我暖暖床。7日之内必须服下解药，否则就会暴毙而亡。我可是为了你才穿成这样，吓坏你。谢玉衡在新婚之时杀我全家，我定要付这血海深仇。若不是苏首府在朝廷上跟我作对，阻碍来当太子，本宫十几年的心血全部灰飞烟灭。谢玉衡不是皇室血脉，但谢家人身上都会有梅花印记，他有梅花印记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跟你爹一样都来阻碍我。但盈盈若知道自己如此待在仇人身边，定痛苦异常。我先带你回家，也许他不会负记忆，这样他就可以不记得那些痛苦，快乐地活下去。盈盈一水间，暮暮不得雨。